老板，这个题迟了，明天不带幼儿园去吧？我要被老师带走，和你带走，和爸带走不好。你为啥对妈妈、爸爸还有老师的态度不好啊？为啥呀？我什么态度呢？就嗷嗷喊。怎么嗷嗷喊了？就这个题，我都给你答几遍了，还不会？我跟你说，对吗？对吗？今天这个问题是不是妈妈教你一个多小时你都没会，然后妈妈生气了？现在你给我再教我最后一次，我把这些都念完了。你让我玩这个玩具，记得以前你和你最好的老公送给你的礼物，以后就给我吧，我天天拿，以后他就是我宝宝了。小宝别哭。你咋又给你妈气哭了呢？说话，是不是有啥题不会了？嗯，说话。是。是啊，我看你妈瞅我那眼神不对。我刚一会儿你学完习，赶紧给你妈哄好啊，别最后连累我了，听见没？嗯。学吧。嗯。